咁一直咧都好想試下咧無人駕駛嘅。咁啊呢一度咧就有無人駕駛嘅的士。咁啊啱啱咧就 call 咗車，咁啊無人駕駛，咁啊試下係咪真係冇人去揸嘅咧咁樣。咁啊都好期待，因為其實我自己上網見到啲人就無人駕駛咧，其實都好想試下嘅，唔知道會點嘅咧，我都好緊張。有啲緊張其實。是不是真的無人駕駛呢？還是有未試過看那些科幻電影樣呢，即是沒有司機在裡面就自己走，是不是呢？即是比較新的這件事，但其實在全中國已經是很多地方已經實行了，北京已經是落地在市區裡行駛了。現在這個南沙其實就在這裡就試營了，我想都好像試運了差不多年幾兩年了，我想很快已經開始普遍落地使用了。都是咁好似嚟緊喎，係咪呢架咧？啊，嗰架嗰架嚟緊啦，嚟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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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嗰架後邊上面有嘢，上面有嘢嗰嚿嘢啦。OK， 哦，有人駕駛嘅呢架係啊，我哋上車啦，上車啦，上車啦。我想問一下咧，係咪有啲車係冇有一個輔導員喺度噶？全部都有嘅而家。有部分係冇。有部分係冇嘅。哦，而家南沙咧呢度咧有幾多呢啲車嘅其實？小馬自行多唔多㗎？一百台左右，即係多人坐呢架車嘅都係嗬。有隻滴滴咁樣普及咗，普及咗你嘅嗬。即係佢而家揸車嗰個感覺咧，似係同我自己即係開車感覺冇分別咯。我覺得都幾犀利，都完全唔覺嘅啫。輔導員係冇用掂到嗰個手咯，冇掂胎盤啊，冇搭嗰個油，好智能都係，好智能。佢其實呢度開咗呢個幾耐到？有冇兩年啊？定一年啊？2016年已經有啦。哦，好新。喺呢度就2018年先開始。2018年先開始嘅，咁都好耐咯都。對於我哋嚟講，其實真係好新奇嘅啫。佢係同呢個咧係好似嗰啲車啦，呢啲導航啊咁樣，其實你看前面都係一樣。其實而家咧坐呢個咧，其實都係好安全，因為其實有個駕駛員喺度睇住啦，咁啊周圍望住啲交通嘅實況啦，咁啊可以如果有問題就即刻可以介入啦，咁我覺得好安全嘅實際。咁你見佢個AI 或者係一啲自動駕駛技術咧，都好完善，做得好好嘅啫。我大貨車去睇到啊，嗰啲大貨車，即係佢開車嘅感覺咧，你好似係啊，好一個老司機咯。一個老司機咁樣開車啦，個感覺好定啊，又冇突然間飆啊，或者係剎掣啊，都好舒服嘅，就係唔會話好似真係司機咁飆嚟飆去咁樣。佢其實都係均速都係40公里啦，50公里啦咁樣。咁跟住就好穩定啦，開得自動導航啊，即係呢個真係透實。佢應該好多sensor 啦，你見佢嗰個 sensor 其實側邊有咩車佢都會察覺到咯。都幾犀利嘅，佢停車停得好 smooth 嘅，停車停得好 smooth 嘅，即係坐喺呢度嘅感覺係好穩定啦，好舒服啦，唔會特別飆車啦，咁佢 cut 線都係 cut 得好温柔咯，好温柔 ，cut 線 cut 得好温柔。除咗呢個導航咧，連前面嗰個燈位咧，譬如幾時轉燈啦，幾時紅燈綠燈咧，佢都知嘅。其實你睇下啦。其實佢旁邊有大貨車啊，佢都知道咯。佢嗰個雷達，我覺得做得好犀利，你睇啦，呢架車大車啦，田螺車咁，跟住佢又有一個大車咯，見到係前面呢個版面咧，其實好多資訊可以俾你用到咯。咁啊有實時嘅交通情況啦，紅綠燈位啦，跟住就好多 setting 啦，你要去邊一度啦，坐幾耐啦，計幾錢啦咁樣，你可以俾。打分嘅，我俾个分先，系啦，平稳度 OK 啦，系啊，可以俾分啦，系啊，车内环境好干净啦，地铁中央配套啦，系啦，你可以俾分嘅，系啦，咁啊提交咯。感谢对我们的认可，很开心与您同行。系啊，咁跟住又可以有啲行程嘅规划啦，而家去到呢个位其实系啦，就咁行车。好 ，OK， 唔該曬。OK， 好啦，落車啦，我哋，好得意啊！
呢架小馬自行啊，都唔錯啫。咁其實頭先坐車個體驗咧，我覺得好好啊，因為佢嘅速度咧唔快唔慢啦，揸車嗰個感覺咧就算停車啊開車嘅時候咧，係好似一個好有經驗嘅司機咁樣咯。咁同埋佢有一個輔導員喺度啦，安全嘅駕駛員啦，咁佢不停咧喺度周圍望嘅，其實我覺得係佢好盡責咯，我覺得係非常好嘅。咁你俾到我哋第一次坐嘅無人駕駛咧，呢個乘客咧好大安全感咯，同埋下次我哋會試下，希望有一啲無人駕駛嘅啦，冇安全員嘅啦，我覺得都幾唔錯嘅。即係覺得如果嚟緊咧，如果有全部無人駕駛嘅話咧，係一件好 amazing 嘅事嘅，好犀利。今日體驗咗無人駕駛嘅經歷，比我想象中更加安全，更加人性。中國嘅無人駕駛，我覺得真係好犀利，犀利。好啦，今日嘅體驗就到呢度啦，下次再揾啲新嘢俾你哋睇下啦，好冇？拜。